狐臭常见症状表现为腋下气味异常，并无明显生理改变，但可能会给患者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，产生自卑等心理问题。夏季多见，南方多见。我们推荐一个对狐臭有缓解作用的食疗方案：西红柿两个切块，苦瓜一个切片，杭椒一个切丝，葱姜炝锅，加酱油、盐、糖、醋少许，碧橙茄七粒，煲汤食用。调味品根据个人口味自行增减，长期食用对狐臭有缓解作用。想了解更多养生